10万人を超える大観衆、生涯一度の晴れ舞台に選び抜かれた若駒が集結。2014年生まれのサラブレッド7015頭の頂点に立つのは果たして、日本ダービースターホースギャラリー、アルアイン。アルアイン、7番ペルシアンナイト、この2頭に10番ダンビュライト、3番手アルアインだ、ゴール。皐月賞は9番人気という低評価ながら、勝ち時計1分57秒8の皐月賞レコードで優勝、能力の高さを証明した。毎日杯に続く重賞連勝の勢いに乗り、クラシック2冠に挑む。アドミラブル、また突き放して2馬身3馬身、9番ベストアプローチ2番手、3番手6番アドマイアウィナー上がるか。アドミラブル快勝、降臨。ダービートライアルの青馬賞では圧倒的1番人気に応えるレースレコードの走りで2馬身半差の完勝、3連勝でダービーへ駒を進めた。一躍主役候補となった遅れてきた大物が一気に頂点を目指す。ペルシアンナイト、皐月賞はアルアインに首差を及ばず2着も、直線では一旦先頭に立ち見せ場を作った。ダービーでの大舞台で皐月賞の雪辱を果たす。レイデオーロ、デビュー3連勝でホープフルステークスを制し、クラシック候補と呼ばれた逸材。確実に伸びる末脚を武器に、藤沢勝雄厩舎悲願のダービー制覇へ。スワーブリチャード、ゲトルディーニュ、そして2番のディアシューター、4番。共同通信杯では2着馬に2馬身半差をつける圧勝。出世レースを勝ち上がった実力馬が東京の舞台で巻き返しを狙う。カデナ、マイスタイル、離れた弥生賞と京都2歳ステークスの2つの重賞を制覇した世代屈指の実績の持ち主。3歳トップクラスの実力者がダービーの栄冠に挑む。ダイワキャグニー、エトルディも前に接近する。フレンスパルステークスを力強い数足で突き抜け、1分58秒3の好タイムで快勝。3戦3勝の東京コースで一発を狙う。ダンビュライト、前走レコード決着となった皐月賞でも3着と健闘。ここ3戦重賞連続3着と勝ちきれてはいないが、その堅実な走りは最高のステージでも侮れない。第84回日本ダービー、王者だけが通れる道がそこにはある。好啦，翻嚟第二節嘅馬場 USB 啦。嗱，咁頭先咧就即係講俾咗個打比嘅preview 大家睇啦。咁啊，即係講開呢樣嘢咧，咁啊，其實我都真係好鬼，真係好鬼谷氣。咁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即係冇幾耐之前咧，咁就即係跑呢個杜拜世界盃嘅時候咧，咁啊，即係一隻 Arrow 騎，即係一隻善取，就呢個馬會就改到咧有。改到就由只指鹿為馬，就改到咧就叫霸道區咁啊！真係咧，好搞笑啦！咁啊，我當時我哋都出咗個聲明咧，即係譴責馬會啦！即係咧，你將一匹世界馬王改到由呢個指鹿為馬，咁即係咧，估唔到咧到今日跑呢場日本打比咧，佢老尾咧繼續都係喺度指鹿為馬。咁啊，有啲馬名都改到咧都好不知所謂嘅，我都唔知道咧，即係即係嗰班即係而家改入馬會改馬名嗰個人咧。究竟佢識唔識馬嘅？即系咧，即系如果佢係有識馬嘅，就唔會出呢啲咁樣嘅古靈精怪嘅馬名啦。咁即係好似譬如二號馬嘅 America Cup 美國杯帆船賽咁啊，即係你改到帆船競賽唔明。
咁啊，跟住咧十三號啦，嗰匹我哋之前就譯做南京定啦嚇，咁啊而家佢就改做掛鎖。咁其實當然我就知，當然我就梗係知道啲佢嗰個意思係一嗰啲 pack lock 啦。咁但係你唔可能你咁樣改就咁樣改個咁樣嘅馬名噶嘛。跟住仲有一個仲搞笑，嗰只早山靚豆我都完全睇唔到，我睇翻嗰個馬名嗰個由來咧，完全咧係風馬牛不相及嘅。所以我真係可以喺呢度咧，真係要嚴厲咁樣，真係咧同你馬會講咧，真係你哋呢班咁嘅，即係譯名呢班咧，真係正係撲街唔家產嚟嘅。即係你哋再係咁樣搞法咧，真係咧，你哋完全不但只係即係冇唔尊重嗰啲馬主嘅意願啦，即係同埋你哋譯馬名嘅時候，完全係冇做過功課，即係中意你想你點樣譯就點樣譯，好似你講嗰個即係霸道區就係咁啊，即係話你話。我是这样的，你吹啊，我們要受注，你們一定要跟我。所以我剛才那條片我都是即沒辦法，即 都要用他那個名字，希望大家就理解啦。即如果大家有看開我們節目的，或者看開我寫開的東西的，那你們都知道呢，即這個香港馬會這個譯馬名這個呢，我再說多次是撲街不家產。好了，簡單啦，即我回應兩句啦。其實咧，即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馬會咧，即係當係遊達咧，其實咩？我節目之前同你講，佢只係當係一個廟會嚟啫嘛。我唔理佢當唔當廟會，但係一樣嘢就係話，好多即係唔得。除咗我之外，其實好多我哋好多即係網上做賽馬評馬嘅，或者講外國馬嘅，其實我哋係做咗好多功夫。即係好話唔好聽，我譯一張馬名啊，我譯一張馬名，我係逐隻馬去查。查佢嗰個名係點樣嚟？點解會改個咁嘅名字？同埋揾一個即係好貼切啲嘅中文去套落去嘅，就唔係好似佢哋嗰啲咁求撚奇嘅。所以我都係講嗰句咧，就係話咧，即係咧，我而家唔係話代表我係妥協，我呢條數咧，我就慢慢再同你。而家其實即係馬會同你講。啊無論你幾唔中意都好，我就算我當你廖虎都好，咁但係你做節目嗰陣，你變咗我哋就會變咗冇得揀啦。係啦，即係就算我嗰日唔係，即係如果佢咁啱啦，如果咁啱佢改正我嗰只馬有我嗰只馬我有份咧，我就真係借佢噶啦。即係如果簡單，我係嗰陣講嗰只霸道區，講笑咁講，我話阿尤達。佢改紫玉為馬咪好咯。如果佢下次同你講改只馬叫擺明係綠，喂，你可以點啊？即係你。尚且叫做我係叫做有骨氣啦，我係叫做咁講。咁但係如果當係一般嘅賽馬 media， 佢要做佢哋要寫稿，要做新聞，要乜嘢噶嘛？佢都要硬食噶，冇得揀噶。即係就算我自己，即係我可能我冇你咁激進咁支持咗對呢個譯名。咁但係如果我去寫一篇，即係例如假設我要寫一篇馬經，我要俾。所謂我係講啊，擺明係綠啊咁樣講，我哋最後都係要即係鬧，我哋可以鬧，但係最後好無奈，即係同各位觀眾講，即係我哋呢啲就即係我哋呢啲就叫做含淚投票啦。係啊，哎啱啦，啱啦，啱啦，就係咁啦。真係屌你老尾啊！真係冇得，即係變咗我哋呢啲冇得揀啊！即係焗住要寫咁樣。嗱，同埋我真係要好嚴重咁樣再講多次咧，你香港賽馬會譯馬名嗰班咧係正一撲街唔家產。好啦，我哋要睇片，睇下啲賽事片先。咁啊，先睇翻場高月上先啦。嗱，仲未有片睇，唔該。去咗賽事片先，係啦。嗱，呢一場馬其實係混戰嚟嘅。咁啊，睇下綠帽嗰只就係嗰只阿恩維積啊，即係Sunday Racing嗰件。黃帽嗰只咧就係嗰只蔡王晶。其實咧，呢一場馬重山雲平咧係交出82分嘅水準。即係你問我呢場佢騎翻咧？他有沒有機會交回這個水準出來呢？我都有些問題，因為始終他不是一個很一級的騎師。那我們看一隻萬人景仰，就是這件橙帽藍衫，這場是青葉相來的，是青葉相。但是有個都挺失敗的數據，不知道好像近年近這十幾二十年都是沒有青葉相的冠軍贏到打你，上名就有，上名就有，上名就有。但這一場其實他就贏得都很輕鬆，而且時間都很快。現時在日本是大熱門來的，這匹萬人欣賠，因為杜滿來連自己高月賞打第二，因為他第一這場跑2分23.6，第二就是他連自己高月賞那個。好了，看看這一場入面，我們主要不是看阿恩維積，看白寶玉心外面大外檔那隻李健阿瑟。這場是川田跑的，即是師兄經常說的那件事，川田
幾垃圾就呢場睇到曬啦，蝕盡嚟跑，即係你睇只艾恩維即係一步不蝕。咁但係你又諗翻一樣嘢，咁夜晚係持光，咁第二都係持光，咁大家就有啲嘢就明白啦。咁樣好啦，聽日大和卡嚟啦，咁樣就呢只馬其實就係話喺一場次一級，即係六帽藍衫呢一隻馬主就老老牌馬主㗎啦。咁咧就其實就喺一場次一級嘅預賽啦，嗰場叫總統杯啦，呢場 OP 嚟嘅。咁啊用呢一場賽事嚟進軍呢個日本打比啦。咁當然啦，呢一場嗰個賽事水準就真係同其他嗰啲，甚至同京都新聞杯佢都爭好遠啦咁樣。咁但係佢就二千米，咁佢都一分五百八個三，咁算係 OK。今年嘅日本打比其實都係平均嘅，就係配合翻。個馬房咧就贏 NHK 一理賽就起咗個孖嘅谷澤隆德啊，即係我個練馬師啦嚇。咁啊，即係嗰日咧就嗰日其實佢手風都好順嘅，即係博咗又憑咗嗰只My Lead 啦，嗰只愛領先咧，咁啊贏咗場 NHK 一理賽啦。咁頭先睇咗嗰啲片之後咧，咁其實咧我都準備咗啲神操片咧，就俾大家睇。呢個咧就係佢24號咧就所有啲參戰馬最後試跑嚟嘅。咁我哋就一路睇片就一路講下啲狀態啦。嗱，咁你而家呢一隻咧就係只大熱門啦，萬人欽配就係左手邊啦，左手邊咁咧呢一課就係阿岩田康成就自己親試嘅，咁就嗱你見到佢都係即係伏住都冇乜點樣喐，咁但係只馬都啲步伐都幾硬朗啦，咁啊都係輕輸步頭啦，始終嚟講佢嗰場青葉上都叫做都表現到佢嗰個級數啦，咁但係真係都係嗰樣嘢啦，青葉上咧頭馬咧就好耐都冇即係上名率高，但係就。打比就未贏過嘅，好啦，跟住就係呢匹一號嘅賽王精啦嚇，咁啊亦都係喺左邊啦，咁呢啲貨咧就係助手跑跑嘅，咁啊嚟緊白鼻梁嗰匹啦，咁啊你睇到佢咧就其實上一場馬咧，咁佢即係中間如果唔係有啲受阻咧，咁其實佢好有機會喺威脅到嗰只啊艾恩維積嘅，咁啊嗱你見到佢咧呢度佢好輕鬆啦，但係只馬都係啲反應都唔錯啦，咁啊都狀態都係 fit 嘅呢匹馬，咁今次排個一檔啊。好啦，咁跟住啦，就到呢只 America Cup 啦，帆呢只美國杯嘅帆船競賽啦。嗱，咁亦都係右手邊嗰 part 嚟嘅，其實啱啱同一條片嚟嘅，不過拍跳嘅啫。咁你見到佢啦，嗱呢幾步咧就睇佢就好似都比較係牽強少少，咁啊同埋做嘅時間咧，你見到嗰個助手咧，立僵又推啦，咁都只馬都係掘即係死坐死步頭咁樣，都冇乜特別啦。同埋上一場都輸得好差啦，好啦，跟住咧就到呢一匹五號嘅關鍵一擊啦，咁啊呢匹就佢自己單試啦，嗱咁你睇到佢啲嗱呢次咧佢就都係揾阿藤江佑都係阿藤江佑介跑，咁啊如果你呢匹天空深處嘅指字啦，咁啊 Deep Sky 就之前係贏過打比，嗱你但係你睇到啲佢咧推落去咧啲步咧都唔係話咁爽啊，咁都係掘啊都係鋤頭腳嚟嘅，咁呢度都係機會都係似一啲啦。好啦，再睇落嗱，呢個咧就有啲意外嘅嗱，而家指住嗰匹咧就係嗰匹波斯劍客啊，嗱呢度就快咗少少啦，但係呢度咧就睇到佢都係反應都幾好啦，呢匹馬都 fit 嘅，但係今次就換咗阿胡奇跑，咁啊到啦另一匹啦就高越上盟主啦，嗱內欄嗰匹就艾恩維積啦，嗱你睇到佢咧呢只馬就真係狀態又就係 fit 到流油啦，同埋咧就係咧你見到佢咧。即係稍微搏一搏咧，俾啲步啊，係好硬朗，好即係好清脆利落。咁同埋你睇到佢最後嗰200米係做啲11.7秒咧，你見到佢都唔係話點樣去推騎咧，即係只馬係完全係對板嘅嚇。好啦，跟住就係李健亞瑟啦。咁啊呢一匹咧，即係我諗啊，李健智都估唔到，原來呢匹馬跑打比嘅，即係之前搞咗咁大堆馬咧，原來都係呢一隻。咁但係咧。你呢匹咧都係睇到佢咧，嗱呢匹呢一課阿川田試嘅，但係你見到佢都個頭都頭惡惡，唔係咁鬼。但係你咧，佢一立正個僵一鬆俾佢走咧，啲馬佢嗰幾步咧翻步都幾急密嚇，同埋啲即係好有活力啊！咁啊呢只馬都係 fit 嘅，咁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咁啊個人就唔講啦。咁但係呢只馬狀態冇問題㗎，呢匹馬嚇。好啦，跟住落嚟啦，就到呢匹文雅之士啦。嗱，呢匹暫時嚟講咧，佢都係次嗰邊嘅次熱門啦。咁而家係即係嗱，賣邊中間白鼻梁第二隻嗱，外邊嗰三隻就唔係㗎。佢而家係呢個係以前李策先生嗰件彩衣，唔係。嗱咁咧，嗱你見到佢咧，嗱呢貨咧就助手咧，佢見到佢都係。企高咗喺度咧，但係只馬佢自己都搶住走，嗱稍微再撥低少少咧，呢幾步咧就好急密啦。咁啊，又係狀態好 fit 嘅，但係上一次咧佢就跑得唔係咁好啊，因為
中間就啲意外阻到啦，咁最後都係第六翻嚟啦。咁跟住呢匹啊 ，Catena 啦，呢匹啊掛鎖啦，咁啊之前我就譯做藍經理就係外邊嗰匹啦。咁亦都係啦，呢一匹馬咧就呢匹就係呢個離生相嘅盟主啊。咁啊，但係去到刀魚相嗰場咧就發揮得唔好，全程受困之下咧就完全都冇乜點發揮過。咁所以咧呢仗咧你睇到佢咧都係輕輸步頭，馬嘅狀態都係 fit 嘅。咁啊，但係就即係或者咁講啦，佢上一場就冇乜點用過力啦。咁啊呢次就蓄鋭一擊，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即係延續翻好似以前嘅高城厚意啊，或者天下唯一咁樣咧，睇呢件彩衣咧就贏打比啦。好啦，跟住呢只 Best Approach 就係油王嘅助油王嘅馬，而家內欄嗰匹啊，叫最好路向。咁啊，亦都係得呢匹馬咧，嗱上一場咧就係青葉上就跑過第二，但係咧嗰場馬咧佢對住只萬人欽佩咧，完全係冇招架之力嘅。咁啊，真係恰如其分咁樣翻嚟跑過第二嘅啫。咁啊，但係咧就即係跑完嗰場之後咧，同樣道理咧，佢嗰個狀態都係提升得幾好啦。咁啊，今次啦，岩田康成就幫佢執姜啦！你見到呢度省佢幾步咧，駛咗兩邊咧，只馬都追得都幾急勁，又轉到腳咁樣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幫到阿油王咧喺日本首奪呢、這個JRA 嘅之運啦。咁啊，呢只咧 My Style 啊，個人特色啊，就是、外欄白衫嗰只啊。咁啊，亦都係啦，呢匹馬咧就上一場跑高月上就真係包尾翻嚟嘅。咁啊，即係又係跑得麻麻地咁。呢次佢再係咁樣最後快試，咁其實同上一次佢跑高月上嘅時候咧，都係冇乜分別啦。咁啊，今次又係揾翻橫山點雲跑啦。咁啊，睇下佢即係有個三檔之助，會唔會即係沿途慳下位咁啊，可以有得齋爭下啦。咁但係你話奪即係冇冠軍上就真係難作，真係難講啦。好啦，跟住頭先我講呢匹好搞笑啦，早生靚豆啊嗱。咁呢匹馬個老豆咧 ，Joe Cappuccino 咧。咁就係曾經即係之前係贏呢個 NHK 一理賽，咁呢匹馬其實之前咧都係 NHK 一理賽跑過，一度就以為佢可以做到父子制霸啦，咁都當時冇風跑啦，咁但係最後都係又係尾翻，又係十幾翻嚟，咁啊狀態即係同埋呢只馬睇即係未必，我睇佢就未必有二千四嘅長力嘅，咁今次冇風就揀咗只蔡王晶，就呢只就 B 次就俾咗莫言博硬跑，咁啊機會都係比較似一啲噶啦。好啦，跟住就八號馬嘅信託啦，嗱咁啊，即係亦都係啦，同樣佢都係喺之前喺呢個高月上就跑得好後啦，咁啊，然後再喺NHK 咧就跑第八 NHK 理賽，咁啊，今次就換咗第二個騎師跑啦，其實之前都幫佢跑過嘅呢位丹內右次啊，咁啊嚟嘅都你睇佢咧都係即係個頭惡咁樣啦，啲步都係即係立咗都係普普通通，依家駛佢兩邊走。都係走勢都係比較牽強啲，雖則話最後嗰二百係做啲十一個八啦，但係咧呢幾步就真係好牽強嘅，又係即係機會就即係如果前田家族嚟講呢件咧比較啊江田繁硬啊 ，sorry 比較似啲嘅啦。好啦，咁咧呢匹十六號嘅合平啦，咁佢就呢度咧佢就試咗八百米一段嘅啫，咁啊見到所以咧見到佢咧都啲步咧都係走得幾快啊，嗱呢度咧都係普普通通啊，咁但係呢度一伏低咧咁咪都係自動走，但係咧佢又係啦，今次咧。上一場在 NHK 一里咧，咁就都係跑得麻麻地啊！咁啊，同埋你睇翻佢父母兩線，都係未必都係冇二千四長力嘅，咁所以就呢次機會咧，就亦都係比較問啲嘅啦，我自己覺得嚇。好啦，跟住落去啦，就到只大和卡嚟啦，左手邊啊，而家個頭惡咗去。近咗欄嗰邊啊，就戴咗個特別嘅眼罩去試，咁你睇到佢咧，你見到佢咧，即係個人即係直情個馬都個去到嗰邊，根本都係可能咧，連左轉佢都唔係好適應，咁啊，但係呢幾步佢都係比較牽強啲，咁啊都係自在參與嘅啫呢只嚇。好啦，跟住就去到另一匹熱門之足啊，金枝霸啦嗱，上一次喺高月上咧就即係狀態唔係咁十足之下咧，就即係跑過第五翻嚟啦。咁今次即係跑完嗰場之後，你而家見到咧李慕華呢顆身姿咧。呢幾步咧，佢一開始稍微推一推咧，只馬其實一路都自己慢慢搶住上嚟走咧。嗱，呢跟住末段再後少少咧，嗰幾步就真係好急勁啊！嗱，所以即係你睇到佢最後嗰二百米係十二個半，但係咧，你呢只馬佢都係狀態好好嘅呢只馬，我覺得呢次會提升名次咯嚇。好啦，到差唔多最後一匹啦，就係、是、呢個勝出光彩。嗱，呢匹又係搞笑嘅，真係唔知點解會改到叫勝出光彩。嗱，呢匹咧，嗱，但係咧，嗱，呢度咧
就呢匹馬就本身就唔係咁大隻啦，但你見到佢咧都係企住喺度撳住姜咧，佢自己都係比較即係輕輸步頭咁樣走。咁啊，對上一場喺呢個高月上咧就跑個第八，但係其實呢一匹馬之前咧就係呢個春季錦標嘅盟主嚟嘅。咁啊，如果你講父母兩線就一定長力就應該就冇問題噶，但係就即係個檔又咁曳，個騎師又普通，咁啊睇下佢得唔得啦。好啦，跟住到只綠光奇珍啊。咁啊，上一場青葉上就跑過第九啦，咁跟住其實佢一路咧都係跑啲唔係咁正宗嘅路程啦。咁其實呢只馬佢舊年咧就係同只金枝霸穿 Q 嘅，咁啊，所以呢度咧你睇到佢咧灑開大步走啦，只馬都跑完嗰場之後嘅狀態好啲，咁啊今次又係換個騎師，又係個配搭又可能又弱啲啦，柴田大枝，咁啊未必又即係我自己覺得呢只馬都係即係頂曬籠都係勉強都係邊線分子。好啦，咁啊講咗咁多嘅即係神操啦，其實都睇曬十八隻噶，咁啊不如我講先啦。好啊，你揀先啦。係啊，嗱咁啊，因為我今次會同你打下對台要。好，咁啊好啊，嗱咁我咧就其實咧就嗱，如果上個禮拜大家有睇翻日本橡樹咧。咁就呢個 Shadai Racing 啦，咁就真係先拔頭籌，就憑只古武心靈就攞咗個打攞咗個樣橡樹錦標啦。即係如果我自己覺得咧，如果我攞翻嗰場馬，如果只古武心靈係擺落嚟呢度跑咧，我覺得都贏得嘅。渣今年打，因為上年打俾我哋上年嗰扎。豐收節啊！李健光轉嗰手三歲馬，我哋覺得係好勁噶嘛。但係今年我覺得係贏得嘅。咁啊，但係點都好啦。咁啊，今次啦，我就會撐翻我另一邊啊，即係 Sunday Racing 啦。咁我但係咧兩匹馬當中咧，即係其實兩匹馬咧，可能咧嗱，你話講質素，咁可能隻賽王晶咧就未必有艾恩維積咁好啊，未必有咁好。因為點解咧？即係話曬你賽王晶佢都係 rulership 啫，即係。統治地位的指示，同埋就係話佢始終你個父母兩系咧，佢都係中山馬場跑咧，就可能會比較好啲。咁其實你睇翻個上一場高月上嗰場馬，如果佢唔係早段係有啲意外嘅話咧，俾只艾恩維積走甩咗咧，其實佢末段嗰幾步係追得好勁嘅武鋒，咁啊即係有機會個戰果係會改寫。咁當然啦，艾恩維積咁頭先你講嘅時候，其實。亦都嗰場馬亦都好罕有地咧，官方咧係揾咗池江太守做訪問，因為以往呢啲賽事都係揾個勝出騎師做訪問，就好少揾個練馬師。咁但係嗰次就揾咗個練馬師，咁我哋都擺咗個條片上去俾大家睇啦。咁而喺個訪問之中咧，池江亦都係有好罕有地咧，係用咗好多篇幅去品評啊松山文平嗰場嘅發揮，即係話佢嗰場馬係直情係學你話齋係200%嘅水準嚟嘅。咁但係咧，當然啦，你如果去到而家第二關跑到打比啦，可能即係嗰個大賽壓力啊，或者各方面係會比呢個高月上就更大啦。咁當然，如果係咁嘅話，我就信下武鋒多啲啦。咁同埋武鋒即係嚟緊嗱，跑完呢場之後嚇，跟住就全力備戰噶啦。即係北部園區就要攞諗住就呢個補充咧，就幫阿北島三郎咧。就要攞咗嗰個春季古馬三冠，所以咧我呢場馬咧，我係會揀只賽王晶行先，同埋咧，同埋今年嘅日本打比咧，即係我自己即係嘅感覺咧，即係睇咗咁耐咁多年咧，今年嘅三歲馬紅馬嗰個水嗰、那個質素個水平咧，係即係比較好平均嘅一年嚟嘅，即係當然我唔係話佢好 outstanding， 但係實力上係好平均，即係。你而家咁樣講，即係除咗可能係嗰啲早山靚豆或者合平係叫做即係叫冇乜機會之外咧，其他咧真係好，即係所以點解你話會有啲馬會同我打對台就其實真係開邊飯都唔出奇。咁但係我就信阿武鋒啦。咁同埋上個禮拜咧嗰個一檔咧，即係嗰個一檔咧，亦都可以上名。咁就嗰場馬就係嗰只魔族女郎啦，和田龍二啦，咁就。喺個一檔沿途慳位咁樣走翻嚟，咁我相信咧，今即係聽日嗰個東京競馬場嗰個形勢都係差唔多，所以我會揀咗佢行先嘅。咁啊，艾恩維之後，當然又揀啦。咁但係咧，我中間就會楞咗一匹咧，就係咧道滿來嘅棄騎啊，嗰匹波斯劍客。咁點解咧？其實呢匹波斯劍客咧，即係你如果又係睇翻嗰場高月上咧，咁其實嗰場馬佢亦都係沿途一步不捨之下咧，咁就即係撐到入嚟，就走到個好冷嘅冷腳。咁啊，即係嗰場馬仲要幫，即係幫叫做幫阿池江太守就穿 Q 翻嚟啦嚇。艾恩維積同只波斯就一 Q 翻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兩隻馬就其實佢嗰場馬跑完之後，因為始終嚟講佢。
即係杜滿來就揀咗只萬人音配啦，咁所以但係我就真係揀唔到，因為始終嚟講咧，佢我只覺得就係話高今年即係以往嘅青葉上，佢係上名率喺打比嘅上名率高，但係咧就都係先見有頭馬嘅，咁同埋呢一匹馬就即係唔係話好根本仲要排個十八檔啦，咁當然你話十八檔，咁以往有啲十八檔增高 pocket 啊嗰啲咧，十八檔都贏打比，咁但係咧，即係我同埋鋭啊又係鋭嘅，但係我就始終覺得咧呢匹波斯劍客，即係咧嗰個條件係會比較好啲，咁同埋啦上個禮拜 Harbinger 即係頭先我講嗰匹魔族女郎咧，咁就即係叫做喺Classic 咧就叫做上名啦，日本嘅 Classic 啦。咁啊，今次啦，會唔會可以挑戰到 Sunday Racing 嗰兩隻咧？咁如果真係嘅話咧，咁有可能咁就會係正式即係 G1 Racing 咧創立以來咧就真係第一場一級賽，所以我就會要翻呢三匹即係有啲拉楞嘅馬啦。咁最後啦，要翻只金枝霸。咁啊，金枝霸頭先我都講過啦。咁就係、是上一場嘅高月上咧，咁我就即係你睇一個沿途嘅十。即係沿途嘅走位咧，你睇翻係十六、十六、十六、十四，跟住衝上嚟跑個第五。咁同埋臨場行圈咧，只馬咧係有啲狀態未十足之下咧，咁又即係跑得曳咗啦。咁但係佢都跑到個第五，都即係可能佢哋都好驚喜。咁但係我睇翻個官方訪問咧，佢哋兩個都係話爭靚嘅，即係自己都覺得可惜嘅。咁但係真係好似啦，藤澤和雄上個禮拜咁，古武森林喺嗰、那個櫻花上。即係狀態唔足，省咗貨，跟住喺呢個橡樹就坐正啦。咁我同樣呢只馬，咁你話如果講啊藤澤和雄，你連嗰只李健戰神都唔見咗，咁李健治亦都估唔到係嗰只亞瑟走去跑打比嘅，即係之前嗰啲李健戰神全部都唔見曬。咁所以咧，我覺得就呢只金枝霸咧都要攬翻佢嘅。咁所以咧，呢一場日本打比咧，咁我就都係爬冷噶啦。嗱，其實呢幾隻都好冷噶。而家暫時我報即係講俾你聽啊，而家賽王精咧係十幾倍噶，23倍啊，唔好意思。咁啊，波斯劍客咧咁就係9.3倍啦。跟住咧，艾恩維積咧就係7.4倍，而金枝霸咧就12倍。咁所以呢場馬咧就係11.7/12。嗱，同你揀一個你好唔中意嘅川田行頭啊，揀只李健亞瑟啊。點解啊？其實你哋睇翻咧，佢跑每日杯嗰一場咧，即係近年雖然話每日杯咁樣，個水準唔高啦，咁但係就睇到咧就係贏嗰只咧就一步不蝕嘅艾恩維積。咁但係艾恩維積跑第二嗰只咧就係嗰只李健亞瑟，沿途咧佢就蝕步速啦，入直路周出大外檔啦，蝕位蝕到暈喺度啦，所有錯嘅嘢都可以錯曬噶。嗰場馬其實就係話，當然你話今次川田都係川田跑，佢都可以錯嘅嘢都可以再錯多次。咁但係其實就係話呢一隻馬，其實你睇到嗰個追勁其實係好犀利。兩場馬嗰場如月上同埋嗰場輸俾只 American Cup， 即係輸俾嗰只咩帆船嗰只咩帆船比賽，同埋輸俾呢一場輸俾嗰只阿恩維積咧，兩場其實川田都跑得好，希望佢支持近乎肉。雖然希望就呢、這個騎師，我成日都係嗰句啦，騎功就真係麻麻地噶啦，即係好老實講。但係始光又好中意用佢嘅，即係佢同埋下個禮拜拍安田嗰只神燈光照。即係老實講，如果神燈光照唔係用川田嘅話，可能已經贏咗一級賽啦。我自己覺得呢個就肯定係啦。係啊，咁而家佢攞住呢只享受，咁亦都幫阿蔡醫生打下氣啦，因為蔡麗宏醫生打下氣啦。因為呢一隻馬其實賣去日本之前咧，就係嚟嚟過香港跑國際賽嘅國王玫瑰。咁國王玫瑰其實就係話佢係即係佢屬於以前就係蔡醫生名下嘅馬啦。我諗啊，蔡醫生都係睇住呢場日本打比，到底佢會考成點啊？即係佢贏咗，佢都有 face 啦，即係賣只咁好嘅馬過係啊。咁啊，所以我咧就攞住嗰場每日杯嘅 form 啦，你都係輸俾阿恩維積嘅啫嘛。如果佢錯少一兩樣嘢啦，希望佢就憑個質素搭救就贏咗呢一場馬去，就我就揀呢只行頭嘅。跟住就金枝霸，
金枝霸又，我覺得上一場有啲其實係無心攻堅嘅，其實就因為九優復出狀態又唔好啦。如果唔係，都唔會留到咁後嘅，留到第十六位咁樣衝上。佢有少少漏閘嘅，其實嗰場係啦。咁其實亦都有啲無心攻堅啦，你當試一課習啦。我相信呢場佢係會跑得更加好嘅。咁我自己就揀翻佢啦。咁其實而家就係、是、李慕華都要創一個歷史，就係話好耐都冇試過喺一個馬季以嚟有一個騎師一個同一隊的騎師和練馬師組合是可以連贏仗樹和打比的、他如果贏了其實就是創造這個李慕華就創造這個歷史的，所以我就、我覺得也都有這樣的機會的，我就會選擇一隻、金枝霸，咁呢兩隻選了之後呢，跟後你擺出來給人看馬先，咁選了這兩隻之後呢，咁跟住咧，其實嗰三隻咧點揀咧？蔡王晶咧，我嫌佢一樣嘢。第一，呢一隻馬其實咧喺早期咧都係李慕華跑開嘅。去到跑嚟身上之前都係李慕華跑開，但係佢一去到嚟身上，一去到高月上咧，佢就放咗手嘅呢只馬。咁呢一隻馬其實睇佢跑幾次，佢都略嫌係好均速嘅一隻馬嚟嘅。佢冇乜變速力嘅，我自己覺得，即係睇佢就算佢跑高月上咁樣都好，佢都冇乜變速力嘅，就擔心呢一樣嘢可能入到打比衝到最後嗰幾步咧，佢就會有啲尷尬。咁我自己就都有揀，咁但係擺翻袋。阿恩維積都係啦，其實就係話上一場重山雲平，佢係跑到200分嘅水準。咁亦都咁跟住佢跟住呢一場，咁佢可唔可以跑翻咁樣嘅水準咧？另外，池江上一場每日杯就跑呢一隻，就冇跑只李健亞瑟。咁今次會唔會話輪流去另外一隻啊？即係幫李健治咁樣，阿池江咁樣幫佢執翻陳之温，始終都合作無間啦。咁啊，李健光轉，咁大家見到有幾犀利。咁我就會揀翻到。咁最後咧就揀翻只萬人音配。其實我都係，但係我都係止於配嘅，因為始終佢只係一隻青葉賞冠軍啦。咁但係嗰場青葉賞其實係犀利嘅，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咁。我自己就其實就係響嗰只波斯騎士同埋呢只，咁但係我始終都揀翻呢只，我都信翻杜滿來嗰個選擇，因為始終而家咧佢係日本就係獎金騎師同埋勝出率最高嘅騎師啊，金季啦，金季嗱，今日個跑完今日為止，本來咧就爭九場頭馬，而家咧就應該係爭少咗啦，因為今日李慕華贏咗三場。杜滿來就好似贏咗一場嘅啫，咁啊，所以咧就同埋今日咧，佢今日阿杜滿來咧，全日得四隻馬騎，唔知四隻定五隻，係少過李慕華好多嘅。咁啊，即係睇下佢啦，睇下佢可唔可以保持到，因為個勝出，因為而家咁樣講啊，佢個勝出率啊，杜滿來個勝出率而家都仲係廿幾個 percent 嘅。咁啊，李慕華咧就19.幾，咁所以咧，如果李慕華要追咧，佢嚟緊嗰啲賽事咧，真係要追得好辛苦先至追得翻個勝出率。咁但係就係啦，所以就。你講埋佢啦，咁啊，所以我就咁同埋佢贏青葉賞嗰個時間其實都靚啦，但係咧就要小心一樣嘢，呢一隻萬人音配有啲似邊只馬咧？上個禮上一個月之前高月賞嗰只馬佢嗰只范德拉啊，係啦，因為范德拉佢又係咁樣嘅，佢贏幾場即係叫黐一級水準啦，跟住就贏得好輕鬆，跟住俾人捧成大本，最後就瓜咗啦咁樣。咁其實萬人音配都有個咁樣嘅情況喺度，佢又贏幾場馬贏得好輕鬆，咁但係個賽事水準。就同嗰、那個即係你知青葉賞咁你嗰個水準，咁再加埋呢一組咁之前佢都贏嗰啲500萬啊嗰啲咁樣，咁你青葉賞只係贏嗰一隻 best approach， 即係嗰只最好遊王嗰只最好路向，咁最好路向都係嚟身想跑第四嘅，咁我所以我就揀五隻啦，咁啊18隻馬咁樣就， okay， 我就李健亞瑟行頭，不過其實大家五隻互穿啦，因為其實都幾平均嘅，咁啊李健亞瑟、金枝霸、蔡王晶、艾恩維積同埋萬人音配，咁我就補充翻啦，咁我就要翻Sunday Racing 一對啦，蔡王晶、艾恩維積加翻只 G1 Racing 嘅波斯劍客，最後咧就加埋羅伯，即係有啲都有啲諷刺嘅 G1 Racing 未贏 G1， 即係呢個團體咧係，咁佢都係新啫，佢都係新團體，咁同埋即係話佢始終嗰個貨源啊，即係佢嗰啲馬源咧，佢都係要其即係要都係要攞分翻，或者 shut down 翻。用了那些先再派給他，再加上他自己追分那些，所以閃都是有一個差別的，但是我覺得他其實今年其實這隻馬他其實都做得挺好的，即其實上一場馬都即是高月賞，其實那場馬其實杜滿來是騎得很好的，即是又奈何你真的遇到個發揮超水準的重山宏平這樣被他剁了而已，但是都好幫池江一 Q 翻，其實都見功的了，所以呢
就係呢四隻啦。咁我就係一號嘅賽王，即係十一號波斯健馬，七號亞恩維積，同埋十二嘅金枝霸。咁啊，講完呢度咧，咁今集嘅馬場 USB 咧就真係夠曬鐘啦。嗱，咁啊就同大家講聲啦。嗱，由下個星期開始咧，我哋嘅節目播整時間咧就會提早半個鐘頭咧，就會由八點半開始就做到九點半，咁就會提早半個鐘頭，咁大家留意。咁遲啲，遲少少，我哋會喺正式出通告咧，就會話俾大家聽。不過下個禮拜我唔響。係啦，咁下個禮拜咧，阿拉拉咧就會去日本啊現場睇安田啦。咁啊，到時咧就即係會喺 Facebook Live 咧，就話俾大家聽啦，啲馬係點，即係臨場有啲咩有咩動向啦。咁啊，大家記得留意啦。咁我哋就要到下個禮拜就再見。咁同埋記得交月費，同埋最後一樣嘢，我要再講一次，馬會譯馬名嗰個咧，正一撲街唔加產。拜拜。拜拜。